唱歌又喝酒，哇，整个好开心哦，这种生活好不好？很好，对不对？警察也来了，警察说我们太吵了，我们在酒厂里面的那个小酒吧，警察来说我们太吵了。结果警察是怎么来的，你知道吗？警察是一脸红彤彤的走过来，你们很吵呢，对不对？你们不能这样。结果那个当地人啊，就住在那边的人给他酒啊，没关系啦，你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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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警察有没有喝？警察不要这样子，我在执勤，没有，他有他的坚持，不要这样子，我在执勤，你们不能这样子，你们不能那么吵，我在执勤。然后没有就走了，没有他就走了。走了以后呢，后来大概过半个小时40分钟，没有他又来了，他还是说我们很吵。哦，你们真的很吵呢，都有人在说你们晚上唱歌太吵了啦，这样不行。然后呢，我们又把酒拿给他，一起喝，一起喝。你们这样子不行啊，这次就把手拿起来，就接着就喝了。好了，不要那么吵了。啊，对，其实就是这里啊，大家都怎样，司空见惯了啊。啊，但是。